难得难见啊，如有昙花岂有出现啊。咱是六道的设法界来对，有了这个法门，这不是容易的代志哦。这个代志，咱都要真确切去想看卖。你看今仔日，咱就眼前来看这个地球。地球上的古云大概有啊65亿。65亿人，有偌济人知影讲有佛法啊？这个世界上要有真济人一生毋捌去看到，毋捌听到，有偌济呢？至少嘛有1/3。这个一生当中不见不闻啊，嘛可能啊有1/3，听到不够，无去接触。无往来啊，今仔听讲，真正听到接触到的，有1/3无？无啊，20%人呢？咱现在了解全世界，信仰佛教的佛教徒。大概呀、啊，只有6亿左右的款，无多啊。这个6亿人的当中啊，这个6亿人当中，就算讲伊是6亿啦，6亿人当中，有几个是真正拄着佛法的？那你现在咧讲？佛法伫这个世界上啊，有6种不同形式。释迦牟尼佛所传的是教育啊，不是宗教。那有几人知影？伊一般大多数是宗教佛教啊。宗教佛教就变质咯，会当得到真实利益未？真困难。所以啊，念佛的人真多，往生啊真少。大中连下，伊老师每礼拜讲2摆经，38年啊无中断啦。一礼拜讲2摆，了解一点仔佛法，一般的念佛人就只有2-3个人啊，往生啊。你就知影讲往生的人啊，真正是无罪啊。那现在咱啊所看到有学术的佛教啊。真侪大学贴学起来对，提着佛经开课，伊无咧念佛啦，伊无咧求往生啊。啊，新兴诶有观光旅游诶佛教，也有企业诶佛教，有社交诶佛教，那就免阁讲咯。所以一层一层诶淘汰，啊，剩落来就无几个人咯。啊，咱才知影讲，咱啊真正幸运，
人生难得啊，咱得到人生佛法难闻，咱闻到佛法咯，而且闻到正法。正法内底闻到是第一稀有的法门，真正是咧行大运咯，中到大奖咯。如果你若无好啊，甲掠条咧，中到这个大奖啊，提起。话叫一个输了了了，迄就真可惜了。那你若会当运用，迄个福报你永远是享未尽的啊。所以啊，千万啊，唔通去错过这个机缘啊。